这是首选的大宝。
各家的媒体、记者朋友们，赶快！
辛苦了。好，记得哈、哦，记得晚上回去分享的时候，记得分享三家厂商哈、哦。第一个是阿莫爱情来的，第二个是魏婚纱，以及我们的先帝婚纱。好、哦啊，记得我们可以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打广告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忘了他是主持人。身为专业的摄影师，你竟然穿进来。我真的非常谢谢我们所有的贵宾所的朋友们来留在这里，但大家都拍得不过我们。我的身上穿的礼服、穿的白纱都非常的优雅别致，还有当然穿在美丽的女孩身上，会显得更加的美好。请今天所有工作人员都到台上来好吗？我们的阿莫团队、先帝团队、贵宾团队的工作人员全部请到台上面来。好，我们的宝姐，来，我们嘉士美的两位伙伴，哎，嘉士美两位伙伴一起上来。看我一直不敢走进去啊，怕走出去被踢走，破坏画面啊！好，各位，我们回去分享的时候，可以分享我们的三家的厂商的粉丝专页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真的非常开心，非常荣幸，能够在台中软体园区这么棒的一个场地，举办，我想这应该是这边的首次的婚纱秀展。那未来我想会有更多的不同的活动，一样类似的活动在这边举办，那请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这个地方，然后让它能够持续的我们继续有一个人气在这个地方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好。那么再一次我们请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来，不好意思，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准备要谢幕咯，我们的今天的活动就到此对，所以我们跟大家感谢一下鞠个躬，那个到中间去好吧？那个不用担心了，你们基本上都不太会挡住 model。对对对，模特型款。对对对，模特怎么这么高大？好，来，我这边请代表我们三家的婚纱公司，我们以90度的鞠躬啊。来感谢我们在场各位热情的观众以及一些我们的好朋友们，我们谢谢你们今天能够来参与，我们谢谢，来请鞠躬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也请继续的来支持与鼓励我们。好，我们谢谢今天的 model 他们的辛苦，掌声鼓励。真的是辛苦你们了。好，谢谢我们的团队的工作伙伴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